东冲、西冲都位于深圳大鹏半岛的最南端。距离不远，徒步四五小时就可以互相到达。路上，对，要下去。因此形成了著名的东西冲穿越路线。东西冲都是三面环山，一面沿海，山链起伏。发挥好吧。你够不够手长？够手长就说这个，等一下。他的可以带车走不够，后面还有座山要爬。我这几个是在这骑啊。快点爬哟，带我上去山上。海岸线漫长，可谓一半路程是山路，另一半路程才是海岸线。哎，上去再爬。是吗？走吧。没事，反正终点都一样。哇，你还要继续抱他？要不然他其实真的是可以自己走的。你不觉得这里走得很辛苦吗？这个椅太惯他了，太重了。这个叫狗身体。途中都是青山、碧海、沙滩、岛屿、礁石。海石岩、洞、桥、柱等海基海石地貌。
给你的是无敌海景，这里是徒步、露营、观日出的好地方。Yeah.